按下恰，按下恰啦。等候你的房间啊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え？哦，哦，对对对，开始游戏。啊、阿喵是一周目破了吧？啊，还没啊，已经破了。你没有？还没啊，我还没啊，我等你们。啊你？那你主线是打到哪里啊？地图打？我刚过完遗迹而已，刚过完迷宫。哦，我们今天应该也是可以破迷宫。我那时候去查相关的，然后很多都是说要那个一周目结束之后就可以获得到一些职业啊，或者是啥的，超久。一周目比我想象中的难的、啊。你说我们吗？对啊。我觉得主要是上次那张啦，那张不好探索、啊，然后又不太清楚。对啊，要睡的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要怎么邀你们？来着。打开你的房间。你要变线上。哎、欸。哦，对哦，我要先变线上。好像有了，我可以进入了。仅好友有啊，你们可以进来了，应该。邀请谁需要你邀请？我去你家还要听过你的同意吗？现在的人都这么不客气，就是。爸妈家还要经过人家同意哦、喔啊？直接来，我家就是一个山洞啊，随便进来的。对啊，随、便找个位置坐就好了。超级可怜，很通风哦，我家。哦，你没进来，你的狗先进来了。哦，我看到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想换个。哎、欸，爸爸，你特性多少啦？特性几点？特性？没有。特性，我全部点在专业技能啊。我有点后悔。几点啊？我是问你几点。我六点吗？十点啦、啊。能量等级啊？哪个、啊、哪个？哪里可以看？写说点了十个、啊。哦，十个种。特性点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来这里就回不去了。十点他就可以有那个、啊、副职业了、啊。我吃了啥？吃了什么？我不小心嚼的一个东西，不知道。龙心吧？不是，它好像是物品哎、欸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把那个数字都改掉了。我龙心现在是 X， 我就要把它弄得超歪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把 R 我有冲突吗？我要把龙心放在 R。可以啊，啊是补子弹啊，你底下考？哎，对耶，啊是补子弹呢，哎呦。X 啊，我记得他 X 原本忘了是啥，不重要的。Q 是啥？啊 ，Q 是我吗？邀，我要怎么邀？我是从那个 Steam 找他直接加。邀请，因为我按加入他没丢了。今天又会误吃多少龙心呢？啊，那个这真的很，我跟你讲，换了，换 X 了，换枪了。X 是啥 ？X 没东西吗 ？X 是换枪呢？啊，你又不会用那个 X 换枪？那如果我知道有按键可以换枪，我就不会按到我的龙心啦。那你把那个，我跟那你学我，你学我，我是 X 吃龙心，然后E是换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点道理，有没 有？然后我把那些吃的补的全部改成三四五六，我连二都没有了。有全改。一是生物改 X，、全部把它改掉，气死。X 改一，那我要来换一个。X 在哪？啊，这个我也是，我也只是私下把我的进度打到迷宫而已，就这样而已。哎、欸，不是我啊，刚按了啥？就多获得了一点小东西啊！我现在特性还留着、欸，感觉特性
啊，不是，我好像按错了。我还要把火力那里呢。切换武器是一。一个人玩那个驯兽师真的不错啦，有狗，他就可以自己救自己。对呀。哦，那这样子绝对不会。哎、欸，我又吃了啥？你又吃了啥？你二啊二啊！我就跟你讲，你二三四也换掉，你二也不要有。二三四，你就把它变成三四五六。放在那里。三四五六，我进不去哎、欸。为什么你会进不来？进不去，どうして？邀请？那我邀请自由性呢？有啊，我刚刚邀请自由性了。我刚刚就是按爸爸那个邀请啊。他写什么？我进得来啊。我对啊，我而且我是不经过他同意的。对啊。好爽。完全没有想要我同意。谁管你想说？夸张。你信？哎、欸，我是真的不行。嗯，调一下，我去拿东西。开台就拿东西。去拿吃的，好想吃东西哦。我还没吃饭呢。一样是下播再吃。吃完了。我开播前五六点有吃东西啦，所以没有到很饿，但是下播一定要再吃。我比较想要喝手摇杯。好，你去。好想喝手摇杯哦，各位。在叫吗？十点还有手摇杯吗？还是就喝茶，健康喝茶好了。我们今天来健康喝茶。倒刺不会越减越多吗？啊，你剪完要那个啊，要涂手霜啊，就是要涂一些滋润的，像护肤的那类的，或者会修丽达姆也可以啦，就是让它不要再翘起来啊，就剪的很贴的边边剪，然后涂一点滋润的，让它没那么容易再翘起来。凉茶没了呀，凉茶要去买呢。明天去买好了。凉茶喝太多也不好啦，就是偶尔那几天突然觉得有点潮湿，又有点身体不舒服之类的才去喝的。啊，我倒刺一定要剪欸，我就是没办法。他如果在那里的话，我会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。我就是当下我会全副的精神都在那个倒刺身上。会吗？你们会吗？因为我以前有咬指甲的习惯啊，我有跟你们说过吗？我是咬甲人啊，咬甲人。我好不容易把我的指甲留长了，靠着做美甲。对，如果你们有咬甲的习惯的话，真的很建议男生也可以去试试看啊。其实你可以做那种比较普通的款式吗？就是没那么花的，不像女生可以做很花。你们如果觉得太显眼的话，可以做很自然的那种发饰，也是不错。我真的是靠美甲把我的咬甲习惯强行矫正，可是现在就是有点副作用，是我不能忍受。哎，有机会，阿喵去重开电脑了。好，然后我再跟我的观众分享我的咬甲经验。什么叫做什么经验？咬甲，咬指甲。哦。一天到晚咬指甲，咬指甲。我从小就有哦，从小就有。哇、哦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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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懂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雷射光，哎、欸，你干嘛打？太夸张了！我可以救你啊！哎、欸，我按了、欸。你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我要跳下去啊！好好好，好好好，你底雷卡。阿乔怎么有雷射枪了？氪金人啊，氪金人，我没有、啊。不知道啊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超好。你的那个第一区不是那个我们上次玩的超迷吗？然后我的第一区就是 DLC 地图，DLC 地图可以拿对吧？哦，哎呦，
你那什么烂地图，气死！哎呦，是我运气好啊，这也是运气好的一种。吃海波浪了你？这是什么？你怎么看起来这么酷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？哦，那是我的另一个副职业。你怎么已经有另一个副职业了？啊，我就玩那 DLC 地图，就玩到副职业啊。没有，你等一下出去也可以啦。我们要离开这里，他十点特性就可以有副职业。那我第二个一定要选战斗系的，还是动脑系的？我这么聪明，感觉应该适合动脑。挑战者，还有那个啊，射手很适合你。猎人，射手，猎人，远距离就可以射。我们新手能用的副职业就一点点而已。他其他副职业都是要解谜，然后完成任务才可以获得，所以这游戏你没看攻略会超难。但我觉得我们一周目就不管了，就完了。好 ，OK， 这就是那种什么睡一觉起来发现队友都变大佬的剧情。阿球现在变超强哎、欸！我也只是玩第一章，我那个也只是打到迷宫，只是我那个第一章我是跟看着攻略打，所以我那个是地毯式搜索。哦。但也真的哦，玩了那就觉得超莫名，就是这个游戏真的是一堆迷。很多那种角落的啊，真的都要去探查。哦，这好像就要等阿喵送过来。对啊，我们这里好像没有那个摸摸石头。但他度过了迷宫，还是我们也度过迷宫？欸，他度过了迷宫，直接进去吗？没有，他祖先他玩过迷宫。我看到你的，你在里面的。真假？哎，你过去看看。你头变超大的。你头变超大的。哎呦，哎，你屁股超大哎！我屁股超大。哦，那我要带我的皇冠给你。哎，哇，你看我光头王哎。哎，为什么你可以露脸？不公平。我当然可以露脸啊，我又不是 V 的身份。我那个我又不用包紧紧。光头露不出来图。你可以脱掉啊。啊啊！可是啊，没有，你看他这个也很特别，就是你那个看那个重量那里，就是你重量越低，体力消耗越低。要怎么脱掉啊？脱重量越低，脱好像脱不掉，就好像换装。啊，我没有别的装可以换，可没有别的帽子哦，可怜了。嗯，可怜了。好多帽帽、啊！哎呦，我完全加不进去。嗯？为什么？我刚刚去查。我刚刚去 Google 查，他说是遗迹的，有可能是遗迹更新的问题啊。我有更新啊。可是我重开看看。可是我可以进啊，而且我是有更新啊。对啊，是你可以进，所以就是、啊。爸爸重开看看啊。OK。他迷宫很长吗？迷宫。或者问他迷宫有那个吗？有摸摸吗？因为我们现在才刚进来，还没有摸摸。迷宫有摸摸啊，一定有。或者可能等我们走到摸摸，有没有回到13号实验室，你就可以来。我能邀你们，但我自己过不去。过来！哦，心急哦，爸爸抓到！哇，什么啦？欸，不行欸，这样子显得我好像很排外，打咪打咪，还是伺服器不一样，亚洲吗？一定亚洲啊，一定啊！啊，小进得来啊，可是。对啊，他就写正在连接。哎，有啊，就进来了。他没有在试试看。邀请是游戏。不然我觉得我们可以那个速通到有摸摸。但是我可以在这里邀你吗？不行欸。啊，如果我试看，我邀你们能进来吗？应该。我看不到阿喵呢。我看到你，对啊。嗯。哎、欸，阿喵叫啥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会。我反正进不去阿喵那。
嗯，所以是阿喵，你现在孤立了。我是封闭式哎、欸。对啊，我用加八八的方法加不进你的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我加你，邀请你发送这样子呢。游戏里面的。那个游戏里面就会连到 Steam 那边，哎、欸，不行啊。Why？ 你这几天有开吗？你是不是还是其实是你没更新？我更新啊，我更新哦、喔，没有更新是开不起来的这个游戏。这样 Steam 邀请一次有啊的那个。重点是我也进不去阿喵那啊，我现在就是你们的中间人，阿喵那完全我没办法点，就点他没反应，然后点八八就可以。どうして？1.88就进了。我家就是这么随便。那就代表不是你的问题啊，是阿喵他的移居有问题。哇？阿喵有问题。查一下，对啊，你查一下，是不是有什么卡到了？噔噔噔噔噔！我试看，那阿妹你可以加我吗？应该也不行。我感觉你现在就是一个独立了。对啊，阿妹封闭者，封闭者阿喵，是不是？你那也没办法。对啊，我也是过不去。嗯，我们研究看看。现在不是我们排挤你哦，是你排挤全世界了。对啊，好荒谬哦，这游戏怎么这样？我吃鸡块。宝宝。噔噔噔噔。哎呦！哎，氪金比较厉害，是不是啊？我现在也去买。谢谢。你还要打到呢，拜托。哎呦！浪费我的荣幸。那什么烂武器？没有，你可能也没加多少吧？我这加5了。哦，我加6了呢。哎、欸。啊，你那把还可以加6？加5还是加6啊？物品看。他武器加5之后要的素材就会变不同，我的武器加7了呢。哦，你就加7哦，因为那是新手武器，他可以加比较多，他消耗的不多。可能我这个他消耗的是要流星。嗯，其实我觉得机枪没有很好用哎，长步枪感觉比较好用，看自己喜欢啊。哦，还是阿喵，我们可以偷走一点点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先走，好，因为迷宫的枪我有拿到。好。那迷宫好像就只有这个迷宫了。对，它是固定，一定是第二关，一定就进来。啊？为什么可以？因为是我家，我家，真的抽不对，一代，拿法杖啊！我跟你讲，了不起是不是啊？还蛮了不起的，确实，我打技能。哎呦，有石头可以摸摸哎。哦，原来就在这里，其实很近呢。那你我们那个、先回13号。让你选那个父子夜，顺便可以打阿喵。这样我们也蛮近的。我去13号实验室。他那个父子夜，你没看攻略，那个是谁知道啊？是啊，可是我不喜欢看攻略。我也是啊。
但他这里太多东西，就是你不去看攻略，你很难发现。因为要慢慢找嘛。嗯，来，你跟我走，爸爸。一二一，是谁？这里。一二一，你是医疗了吗？那这里可以拿。嗯，跟他，跟他。哼，你根本不需要。那个。他怎么？我以为，哎。聊一聊可以买东西，嗯。然后买那个。我没办法跟他聊哎、欸。还是因为我在跟他聊。路上小心，旅长。好笑，是谁跟月聊？你好啊，朋友。要了。哎，我。要买那个1500块的。知道当时总。多少时间？有人说，没有人知道真相。会跟你很有话聊啊。当年在实验室，真的。只不过听起来有点不太靠谱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他说，在我他跟你太有话聊了。好有话聊哦，为什么还没聊出来？阿佩，阿佩，我不想再跟你聊天了。他就是那种啊，工作上面会一直想要跟你聊，但是你不太想。